虽然 核能电厂设计的很完整，要保护核能电厂做很多的状况，就差一个状况没有保护进去。那个状况叫做 SBO Station Blackout，Blackout 就是全面大停电的意思。Station Blackout 核能电厂不能够有一片漆黑的状况。 我们当初设计没有设计好，海啸我也给他们讲，海啸如果今天没有把福岛打倒的话，刚才给你们看的那个核电站的那个图，它是叫做喀红电厂的淹水也会造成淹水引起的氢爆。 这是法国的另外一个电厂，你们看到一个图形，一个核电厂被一个水淹了，这个水灾啊，这是1999年的法国的一个电厂，在河岸边，因为海浪很大，刚好有大风雨，水跑过去了，跑到下面去，把里面的安全设备给塌掉，这个跟福岛的严重事故没有两样，他们只是过去好了，多了一个。 一个救命才能机组发电，把它救而没引起福岛的这个氢爆。这个地震引起海啸，这个是福岛。哎，对不起，这个是福岛，这个是另外一个电厂，日本东北电力公司下面有个电厂，叫做女川。 女川核能电厂，这个核能电厂的机组跟福岛机组一样，同样的海啸，你们看电视上网上看到这个海啸来势汹汹又可怕，把海岸都淹没了，同时把这个核能电厂里面的安全设备打掉了，没有水了，没有电了，乖乖的，一天它就引起氢爆了，而女川电厂它离开地震央更近。 它反而好了，OK。台湾电力公司核三厂，核三厂已经成为一个世界驰名的一个核电站，是，所以有人跟我讲说，这今天讲百合永和这个事情，核三厂已经向世界证明了它是非常安全的一个核电站，所以很多人劝过来去核三厂参观。那我们开个世界这个。 可能会叫做天宇兔儿，会后参观，啊，一帮人从高雄、巴士到了这个河南岛参观一下。我去河南岛上去追，我也没有去。为什么它会比较安全呢？因为它多了几样重要的安全设备。很多人看说，哎呀，核能电厂不安全，因为海啸来把这核电站。 安全设备打坏了，它没水没电，一天它就完蛋了。从设计上来讲，不是这样看。你这个安全设备要防水、防火、防土石流、防尘，自己就要安全。外面水来淹也不怕，土石流来也不怕，它自己能够救命几天。当初要设计就是要这样设计。 而我们当初那个设计，我们错的错在这个地方。核三厂当初因为设计基础，并没有要求多加层那个保护层，40年前也就没有。所以他依照规定，他可以不要加那些多余的安全设备，但是他们一看说，这个不好，我们还是自己加吧。他们于是就加了，果然。 2001年外电迁入，缺短没有外电，你没有外电 OK 的，两个很大的柴油机，当初你们现在是没有高铁，没有高铁之前有这个柴油机，柴油机之前有那个火车是柴油机的，很大一个柴油机桶，啊，那个一个要两组，还要一组两部，两组四部，如果外电切断的话，靠发。
里面有那个东北电力公司
方案。
他们会实施吗？这才是我的重点，给他讲。英文的回答是 ，We shall see。也就是说，我不知道，看一半，看未来的时间怎么变化。这个其实也是解决，不是解决回答在台湾核电大家反核也好，永和也好，再上政策也好，真正要知道的答案。 而我为什么要教大家反核和永和呢？这是另外一个话题。啊，那我来这个用这个投影片趁机来谢谢感谢郝思翰教授神父，他去年过世，我不能来跟他的葬礼，跟他非常非常的这个，那么是首吧，有来往。我毕业是1971年。 那么我要在这边特别感谢他，并不是，好像中午这样啊，谢谢师长啊，到又到回来了，然后有人理我，有这种光明堂皇的感觉，不是的。这个郝神父他在我学校里面开课，他刻意把物理数学分成4个学期来教，2年，他的这个。 这个话题教了这个题目，并没有增加，他是把时间分开，好好的在课堂上交代，把每一个物理数学的题目，都用很好的例题讲给大家听，安排了很好的习题给大家做，让大家我们又是物理系同学中间有很好的机会吸收这个话题，物理数学。 而且也有很好的这个考题，我在那学校4年中间，2年上他的课，除了很满足、很高兴之外，对我有直接的影响。在麻省理工，要念博士，要考2年、2天的笔试，转1天的口试，啊，那是打针的硬仗。那么2天的笔试。 考核工啊，核工原理1啊，这个流体力学2啊，或者是这个材料力学3啊，你可以选很多学目项目，但是大家通常考的共同科目，就共同科目是基本物理的基本数学，啊，基本物理，但我有物理系的，没物理同学，物理系，啊，没关系，我来给你讲。 考物理的考题一题给你做3个小时啊，谢谢谢谢，3个小时，数学一题3个小时，物理考什么题啊？全部开数考，就考物理的题目，我记得很清楚，叫 Compton's Scattering， 康普森那个折射，用那个实验来证明光子有颗粒的颗粒的这个性质啊，把用光子。 打电子转盘以后，用它的能动量守恒测量它的那个角度，用那个 detector 测量角度，它的角度跟它的那个波长改变，可以看得出来，这个光子它有一颗粒跟光的性质同时都有。近代物理课本一翻开都是个粒体。这 Compton 也在1927年因为这个拿到物理的。 诺贝尔奖，麻省理工核工博士就考物理题目就出这题，一打开抄题就可以了。数学考了一个负变函数，3个小时让你做这题。这题目就是打开我们郝思翰教授的那个笔记，一打开最后一个 complex variable 叫 conformal mapping。 就在里面，所以一看考题，哇，这个就是我们郝思翰教授在课堂上详细讲的一个例子，找也很难找不到。所以他教的那个教材是非常非常好，我从那天开始非常非常由衷的感谢他。他不是说啊，纯粹教我干嘛，好好读书，不是因为这样感谢他，说好。
它是安全，没有人因为核电事故而死亡。
但是我们要不完全，我们除了没有生命伤亡之外，我们保护他的财产。现在弗朗德的问题不是这个不是让人死亡的问题，而是附近。